隔壁组的女生是李英文前女友。李英文，跟我过来一下。够站的、哦。你没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？你解释啥？所以说你跟那个女……哎、你在哪里？哎，朱霞也在。不是说一起吃午饭的吗？他中午有工作。走了哈。哎，走，朱霞一起吃一起。我都中午了。朱霞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文师特别难带呀、啊，他以前就特别调皮。你以后只能好好学习练呗。这就不用你费心了吧？没事没事，应该的应该的。朱德面找我有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们饭都还没吃完呢，你让客人忙吧，你说拜拜。哼。朱总，我可以带新来的实习生吗？就是那个姓李那女孩吗？对，就是她。组的女生是李英文前女友。我可以带新来的实习生吗？给你点东西。给我吃吧。你是觉得我每天很闲是吗？你不知道我工作很多吗？最近某人好像在吃醋，赶紧吃了再弄我吧。谁吃醋啊？这不是小仙炖，仙炖一炉。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忙，经常熬夜，我就买了给你调理身体，而且还对姐姐皮肤好。所以说你的意思是嫌我老了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这可是明星同款燕窝，比即食燕窝新鲜营养，而且零添加。姐姐你就放心吃吧，不会长胖。姐姐以后的燕窝我包啦。那你就别再和我小姑姑吃醋了吧。小姑姑？对啊，你没发现我俩都姓李吗？就是那个姓李那女孩。我要去找她道个歉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吃醋奖励。嘿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敢叫我哎？我年龄比你大。不是，我岁数小，但是我辈分大呀。李英文都叫我小姑姑，你是文翔女朋友是不是？不行，他不能叫你小姑姑，不会占柴的便宜。反正我也比你大，叫我姐算了。不行，又怎么了？他叫你姐姐，我叫你啥？咱俩差辈儿了都。那我还不愿意呢，我还不愿意呢，我也不能愿意啊。就是啊，本来我年龄比你大，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到你也是姐姐哥，姐姐小姑姑，我操！哎，不管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儿好多事情。我那儿也是。那你们怎么办？不管不管，走，快走。不是，我这还在呢。姐姐，张总来过来跟我开会。张总，张总好。哎，台副站好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开车了，我送你们。他跟我走。今天那个实习的毛头小子不在啊？开了，开到了，开到了，毛毛躁躁的。那个张总他转正了。那合作这一块，张总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差不多，毕竟咱们公司里边有柴副长在嘛。那柴在，你一定要配合好张总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后面一定会开一下。好。这谁呀、啊？朱总，你过来想干什么啊？我就想看看你们聊的怎么样了，以后我也要跟组长跟进一下，毕竟我也转正了嘛，没事吧？台组长，那咱们之后聊。好的，走。小伙子，初生牛犊啊！老当益壮，朱总。今天李英文说要带我重温一个地方。你吓死我了！我可以脱吗 ？You what？ 啊？脱什么？我说脱了它。脱吧脱吧脱。哎，文文，这他们家沙发特别软，要不要过来感受一下？啊！你关灯干嘛？不想。你要不那个过来好看电视吧，快快快！你看我干嘛？看电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先看着啊。哎，李文，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说什么秘密吗？我能有什么秘密啊？我看你手机一直在响，我给你开静音了。哦，你可别。哎，
干嘛？来了。啥意思？呀呼！你闺蜜说让你扑倒我，像他们做梦一样。当你和有点暧昧的弟弟视频时，这个项目的方案有个数据都错了。哪里错了，组长？我马上改一下。视频啊，啥？你来什么的？不，没有。哎，你不要听我弟瞎说啊。你接着说。你看是不是第三页那个数据啊？给文哥打球去吧。别打了，我觉得他故意说的数据，然后让组长给他打电话。不、哦，哈哈，你别瞎搞。暧昧弟弟第一次找我约会。看什么电影啊？这边看恐怖片。姐姐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干嘛？没事的。你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嗯，对不起。